秦山地震。对，是。嗯，好，秦山地震，是太震了吗？对。嗯，好好，是太震了，好，好，来，你把它放这。发现子村。西里，中国境内最后的原始荒原，平均海拔4700米。这里是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。85年以后，盗猎者开始大规模屠杀藏羚羊，以满足欧美市场对于藏羚羊绒的需求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藏羚羊从100万只锐减至不足1万只。93年，当地政府组建了一支武装巡山队，领导人是藏族转业军官日泰。巡山队和盗猎分子发生激战，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。97年冬，巡山队员强巴在执行巡山任务时被杀害，报社紧急委派我赴青海采访。你太干了，我的。抓紧去。我就是日泰，我想采访你们。咋说？啊？介绍信。我是北京来的记者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请等等。
听说您正在筹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，我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你等会儿。等。喂。快点吃。呀，哎，你好，你把包给我，跟我走吧。唔讲嘛，走啊，吃吃去。哎呀。是杨晶，你是他女儿吧？是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，一些资料。速吧。刘栋呢？这你弄的，你听得懂藏语？不是，我们藏族吃肉，刀口对着自己。怎么怎么恰恰恰，有啊有啊恰恰恰，有啊有啊恰恰恰，够了够了恰恰恰，大宝你大宝大宝，刘栋来了，大宝大宝。好了好了，我哄。今晚上我们进山，上车。有这么几个，咱们这么走就大自然。
来人了。我们每次经商都要在这个社考，能拦到盗猎分子吗？不一定。这里是离当年陈哥去最近的地方，他们经常在这经过。你们从哪来的？乌达纳工地。到哪去？格尔木。我们是西北工人巡查队的，要对你们进行检查。小车，有没有带皮子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棉花呢？再说一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当年羊绒。走。上什么？怎么处理他？放了呗。这个路上，帮盗猎分子带当年羊绒的人太多了。我们只能没收，没权利抓人。北京神经啊，你好啊，但你说一个哪里有几把戏子给抓青帮的人的啊。来来坐坐，往右一走，上楼。好呀，等了一句啊，等了一句。好，大姐姐，好呀，好，大家能给更你一点，这个什么估计的前半子。我爱给你交替吧。不是的。那就到时去吧。就他一个人，这事住三年了，阿王在，盗猎的不敢过来。一个人住三年，确实没办法，我们人不够。
家在你身要吗？找到几个家家子用就算见了家都是藏羚羊。他说死去啊，过来，快过来啊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大人的见了没有？见了。几个人？不知道。你见了？见了。几个？不知道。再不说发疯了！你骗我们出去！昨天上我们趴在床上没看清啊。天太黑了，我们啥都没看见。你们有不乐症吗？没有。法官，每年我们进山都要埋葬10000的葬礼啊。
哎呦，就是他们刚过去，不知道过半天。三嫂，没事没事，上来了大腿。没救了，大家都没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马瑞。哪来的？马瑞。多大了？二十。你打过杨子了？慢着白蛮红，慢着白蛮红。慢着白蛮红。把俘虏带走吧。
马哲林，你这次咋说？爹，你这不就得吃大姨吗？我现在领着受不了了吗？你们的老板呢？他们给我们找个家扒皮子吗？你给我老实的。我也现在是这样。别说话的。我得到这个。你枪手。我不是枪手。你的枪手。我不是枪手。干啥的？我是司机。谁是枪手？我不知道。谁是枪手？你枪手。我不是枪手。谁是枪手？我也不知道。谁知道？到底谁知道？他知道，他给我们找这家。马德林，你胡不要说啊！我是正儿八经铁司机。说。枪手，我是枪手，我是正儿八经的车司机。那你老实说，谁是凶手？我不知道，他们都出卖我了嘛，我没有办法说。我你都说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他们出卖我了嘛。你是司机，那你为啥不走？这个黄沙滩的车坏了，我没有办法修嘛，那无法可治了嘛。他们看不见你了，说呗。看不见也没有办法，我再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再你没有办法。嗯、啊。哎呀，我这怎么知道嘛？知道我什么？我这怎么知道？我是车司机嘛？哎呀，我这说，说我呢？知道？在这里，爸。这次全部都撤离了，底下还有。现在是长高期、啊、真可惜。枪手跑了，刚才抓的人呢？这些都是小口径，可惜样子都是冲锋枪打的。我把他们追了好多年，抽个烟呗，我也好几天没抽烟呗。谢谢。大爷，您干什么呢？我是剥皮子的。剥一皮子给您多少钱？啊，五块钱。我在咱们啊这个剥皮子最开最开的人，孩子们都在这个地方。他是老大，他是老二，这是小瓜娃子。他们都在剥皮子，我以前是放牧的，放羊，放牛，放骆驼。这个草村啊，这个变成这个沙滩了，牛啊羊啊，现在死的死了，卖的卖了，人也没吃的了，
可以人也活不下去呀。我三娘，来三娘，我也三娘，好，我也三娘，来到了。大玉，把那地下。上手往北面走，他们肯定要过这条河。开弓！半哥，哎呀，我在这家嘛，我好几天没吃东西嘛。我告诉你嘛，江林，没你吃的啊，这是我们省下来的，知道不知道？谢谢你啊。
往里撤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没事，这里缺氧，不舒服在车外站站就行了。嗯，又流鼻血了。没事。真漂亮。就是。说过来实话，我们自行升到了最后发疯一样的想出去，见到公路上的灯就像见到家一样，可下去没两三天你想着可可西里。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？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中是美丽的心山，美丽的胜利。就是在可可西里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两年前从北京来了一个地质学家，我送他进可可西里，是他在布克大本方跟我讲的。后来那个地质学家在可可西里失踪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这里到处都是吃人的流沙。他是谁？咋看的人啊？你咋看的人啊？咋看的人？马上离开，他三杆子跑了。啥时候是啥的？大哥，一点多钟。队长，滚开！追！老师呢？你呗。就是你呗。是吗？
我怎么了？还失踪？水？没水。让我试一个呗。叫他试一下吧，他过去给我们当过大夫。捏住。到县上上不着，我帮助了你，我带你出来的地方，为咱把大哥。我呀，活得是。但我跟邓哥呢，我从来没问过，我啥？拿钱。还有吗？这是县里的，给他。不够。卖皮子，我去二金山追他们，你走花头沟进来。我呀。太白，队长，吃的没有了？能吃多少天？两天，没弄满整天他们吃的。球也不多了，还剩最后一桶。现在回去，回去不可能，还能开几天？三四天，开这个都待不上。三四天，应该追上。把手铐打开。
妈这里。每次我找到你都是罚款，这次不罚了，让你走。那你给我顶房子啊？我放你走。我走不出去，我饿了。我现在正儿八经买粮食给你们吃，油也不多，我还要当你们的老板，我管不了。我走不出去。马占林，你走得出去。巴尔金山的话就是200多公里，到昆仑山后就是100多公里，能走出去。只是走不出去，就是你的命。大慈人，大慈人，我家。咋回事？咋不走了？报完了，机会没了。出发的时候为啥不检查？车子都开了2天了，还能修吗？你们在这等着流动，我们走。刘都能找到他们吗？大约不下下去。
姨，阿姨，哎，杨龙，杨龙，杨龙，拿住，拿住，拿住，南门江三分过。怎么了，程一旺？工作说。不说话，我在后头干啥？你看你那样子，跟个疯子一样。不说话，我在后头干啥子？你想什么？想你就不来找我。心酸去了。我以为你死了。挣钱了没有？给我记得。这是每次来找我都这种屁事哦。冷雪，冷雪，我的钱就很好赚呀，是不是拿我的钱去找其他女的？不想我一天天吓死过呗，我说你能够一直这样就好，不要走了。冷雪，马占林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出去？
洛桑他们呢？但愿不要下雪，不要下雪，但愿不要下雪。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钱也没有，人也没有，枪也没有。我的弟兄们一年没工资。县里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吗？我们没有编制。队里的经费是不是特别紧张？都是我们自己解决。你们怎么处理缴回来的皮子？大部分上缴。你们会不会也买一部分皮子来解决经费问题？卖皮子是违法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写这篇报道？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好记者。我知道你记者，这可可系列就是你们记者把我护着来。我日他可以进监狱，我知道卖皮子是犯法的，但我现在不会考虑你说的，我只考虑可可系列，考虑兄弟们。见过可长德的人吗？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，可他们的心特别干净。我卖过皮子，可我没办法。
放过雪山就是公路，我们必须在他们上公路之前追上他们。你再继续扭去。喂，子弹多不多？还有70发。你先做什么的一些？上学。上什么学？建师大。你应该去做老师啊。干这个工作有意思吧。跟你结婚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有女朋友吗？有过，来这之前刚分手。没关系，他们进可可西里，女朋友就好姑娘多得很，该找呗，是不是一心？就是。巴丁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干部打兔子。你咋打兔子？巴丁以前在卡车上，我们一直能摸在检查站。我的队员干什么都有。刘栋以前是开出租的，阿文当过兵，张杰从牧区来的。给。吃吧，进雪山就没吃的了。
他们能不能从山里走出来？没问题，我们要不然再出来等他们。真理，你火车出来了。就是，我们雪山里还有好多人。我的队员也在雪山走散了。他是二台队长，这是我们老板。给点抽支烟呗。我抓了你好几年。我直接塞了你妈那转的。你打了我的样子。现在大叶子都办多了。我不管。那你看好我办的。你跟我走。队长，你妈那么发掉，那去给你买个辆汽车。要不得再给你盖几处房子。我们老板好得很，他一切。对。把枪交上，人跟我走。那好那好，把车交给，交给了后，那么给队长交给了，那么跟上日队以后，就到生产队员去。大力小姐。啊，去大理小姐，去大理小姐。你妈妈，大姐把侬带上。你听着，我们决定走，再走我就到机场的路面了。